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0面，第五行啊，600面第五行。最后一句，看起啊，经文：直胜如火，烧烦恼心啊。从这句看起，下面呢，这注解：火与智慧，心啊，代表烦恼。啊，心是柴火，啊，智慧火能够化解烦恼，这表这个意思。菩萨智慧猛力也，直胜如火，断除烦恼呢，如火烧心，这是解释这一句。所以。人生智慧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今天地球上出了问题了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啊灾变频繁，根本的问题就是智慧跟知识啊。现在人所求的全是知识，知识是外来的。啊，古代中国与印度，他们所求的是智慧，智慧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这两个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慧从哪里呢？慧从定来的，定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心要是能真正清净平等，智慧就生了啊！所以它不是外来的啊，向外所学的这些知识全都变成智慧，叫后得智。如果没有定慧，没有定，你学的再多全是知识，与智慧不相干。知识能发现问题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只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啊，所有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。在东方，啊，亚洲这个地区，几千年来，世世代代都遵循这个方法，特别是中国没有出过大的动乱了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，这外国人学中国历史，对中国他不能不佩服啊。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样长的历史，国家统一而没有解体，这是第一个奇迹。第二个奇迹，几千年来长治久安啊。所以有一些外国人问呢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得到？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，他们做不到，中国人做到了啊，这是他们没想到的，这就是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。西方人搞知识，21世纪的知识，这知识爆炸了，知识爆炸是因，地球爆炸是果啊。智慧不会爆炸，知识会爆炸，带来的麻烦可大了
所以我们呢觉悟了之后，回过头来我们搞智慧，问题真能化解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我们会讨论到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个提示好啊，啊，菩萨了修行他主要就是求智慧。啊，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。定是枢纽，从定呢开智慧，智慧才是目的。啊，所以东方人讲开悟啊，讲悟性呢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对同学的观察还很重视悟性。哎，这个小朋友有没有悟性？啊，有悟性要特别照顾，啊，帮助他长成，啊，成为人才。啊，悟性差一点呢，那就要教他技术，他将来有谋生的能力，有一技之长。啊，有悟性的呢，那就是从学术上。啊，从圣贤典籍、佛菩萨经典里面呢，出类拔萃。啊，真正悟入啊圣贤的境界。所以菩萨智慧啊，蒙利用直胜如火来做比喻。啊，好像是火烧得非常猛烈，啊，烦恼呢，这就是柴火，丢到这个火里面去，一下就被烧掉了。啊，智慧能够化解烦恼，能把烦恼转变为智慧。啊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用现代一句话，把知识转变成智慧。他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他能够解决问题啊。啊，下面有一句经文说：“不浊如风。”啊，风性流行，这风的性质是什么呢？流动的，风是动的。啊，所以佛法讲物质，物质的本质是什么？四个现象。啊，地水火风，这四个字都是比喻。地是什么？它是个固体，你能够看得见、摸得着的，这叫做地。啊，水是什么？它含着有湿度。现在讲电，带电，湿是带阴电，火是带阳电。啊，火在中国古时候讲上，它带点温度，有温度，有湿度，啊，有湿度。第四个性质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动就用风来代表，风是动的，不动风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现象呢？你看物理学家研究原子、电子，发现了，确实。中国人讲的这最小的物质它带电，带阴电，带阳电，它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啊，那么佛在3000年前没有科学仪器，没有显微镜，他全知道。啊，他凭什么？我们前面学过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法眼，看到事实真相；慧眼看到事实的真理。啊，成佛的时候还加个佛眼，无眼圆明呢。啊，
肉眼、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、无眼耶。这个无眼都是自心里头本来去做的，不是外来的。释迦佛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讲的是得相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。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没有了最大的一个因素，就是欲望。欲望啊，把佛菩萨害了，把佛菩萨变成凡夫了。你看贪嗔痴慢都从欲望起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学佛、学圣、学贤，第一个条件要把欲望降低啊，不能说你没有欲望，没有欲望你就不要学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成圣了啊，知道你有欲望，要把欲望降低，降到什么呢？生活能维持就好了，就快乐了。啊，孔子用我们一般人的说是小康之家了，不富有啊，身份是平民，做官只做了几个月。就被人赶下台了，平民身份啊，小康之家，生活勉强可以维持啊。他的弟子颜回，那物质生活条件就更差了，住个破破烂烂的房子，遮蔽风雨啊，吃饭喝水，吃饭饭碗没有，喝水水杯没有，用葫芦瓢，用竹篓盛饭啊，这是学生当中生活条件最差的。但是学生当中啊，没有比颜回更幸福的。那幸福是什么？快乐是幸福啊，快乐那没有人能比得上颜回啊。颜回快乐在哪里？落道啊。老师所说的东西他全明白了，不但明白了，他受用到了啊，把老师所教的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啊，能够应用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上。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活学活用啊，这一点呢，夫子所有的学生比不上颜回啊。为什么他能够活学活用？他真懂了，他就用上了。如果他学的时候没有透彻理解，他有怀疑，他就用不上。用上那个落是圣人之落吧。学佛把佛法真的搞透彻了啊，真用上在生活上，那是什么？谁的落？佛菩萨的落啊，比颜回还要殊胜呢。啊，颜回的生活要跟佛菩萨比，他可好多了呢。他还有个小茅棚，可以遮风避雨。佛没有啊，佛住在树底下啊，天天要搬家啊。佛只有三衣一钵啊，那佛的那个快乐，颜回比不上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对于宇宙人生彻底明白了，彻底了解了啊，确确实实他在世间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
啊，起心动念都是智慧有光明，他怎么落啊？啊，一切众生心里所想的，口里所说的，啊，身所造的，前因后果，啊，我们常讲啊，业因果报，他全都明了。啊，这个明了不是可想象的，不是从理论数学上推断的，不是的，而怎么样？亲眼看见的，无言圆明。他能看到一切众生的过去，能看到一切众生的未来。啊，只要这个众生能相信，能听得懂，他都教啊。这两个条件，能信，能听得懂，叫有缘。啊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听不懂，啊，那佛就或长对你嘱咐，他没法子教你。啊，希望你平安，希望你幸福，为他祝福啊！佛的心性，值得人尊敬啊，值得人佩服啊！愿亲平等，没有分别。啊，所以不着就是于一切万法不要执着，像风一样。啊，就一切无住，也无执着。住是什么呢？住是放在心上，那你心有住了。啊，现在世间人心住在哪里？住在名利上，叫名闻利养。他起心动念想着这个，啊，这个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是无常，这些东西是短暂的，它不是永恒的。啊，就同我们旅行住在旅馆里面，旅馆里面所有一切设施，我两天就离开了，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干什么？错了，可以用它，可以受用它，别执着它。啊，我们能够换一个心情，把这个地球当作旅馆。啊，我到这儿来度假的，来观光旅游的，这一切与我毫不相关，就不执着了。啊，真是如此，那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古人有所谓，人生如戏，啊，像一出戏一样，人生如一句棋一样的。啊，凡是无常的，佛都教我们放下，包括身体，这身体是无常的，它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所以人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人才懂得自爱。啊，自爱自在哪里呢？身不是自己，心是自己，灵性是自己啊。灵性要迷了，俗话叫灵魂，实际上它不灵了，它迷了是迷魂啊，迷魂才到处投胎啊，到处搞这些把戏啊。啊，如果它真灵了，它就出来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什么人灵的？阿罗汉以上。啊，阿罗汉就超越轮回了。
超越轮回之后，一下就明白了。佛经上讲的净土秽土，哦，回头一看六道轮回，秽土严重染污啊！啊，那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他到四圣法界的净土，那个地方清净，一点染污都没有。啊，这是十法界里的上面的四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净土啊，六道是染土染污啊。六道里面有善恶，善是三善道，恶是三恶道。净土里头没有善恶啊。换句话，净土里面的众生不造业了啊，都醒悟过来了，不再造业了。而且净土里面的人接受佛菩萨教诲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帮助他再向上提升啊，他才提升到第一个阶级，好像读书啊，学士学位拿到了，再往上呢，硕士学位，再向上呢，博士学位啊。佛菩萨能帮助他拿到最高的学位，迷惑颠倒啊，只有六道众生呐！啊，这是学佛第一步。啊，你看，把这些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叫看破。无助、无执着，这就是放下。啊，无执无助无执着，你自在了，你才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幸福。你只要有助有执着，你不自在。为什么？你起心动念呢，是贪嗔痴慢，他起这个念头。啊，如果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欲望放下了，起心动念是生智慧啊。我们用最简单一句话来说，起心动念是仁义礼智信，他动这个念头啊，言语行为不离开这个准则，这是信德啊。下面有个跟我说，亦无着故，因为他一切不执着，自在无碍啊，行住世界。这个世界呢，意思很广，世是指的时间。你看世这个字，它是三个世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三十年叫一世啊，所以它指的是时间。这三个时呢，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这样说法的啊，这叫时。间是空间，时间、空间里面所包含的一切，一个都不漏。这个范围就太广大。在大乘教里面讲，十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刹土统统包括在里头。每一个世界都有十法界，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他能够自在无碍，如风行空。这个信息我们要留意啊！我们现在的活动空间这么小啊，真的像春蚕作茧自缚，把自己捆绑起来。什么原因呢？记住，
一个是住，一个是执着，就不自在了。啊，住是什么？我心里有，心里要是没有，又不执着，你就像菩萨这么自在。你的生活空间是无量无边。啊，这叫大自在。底下一句说，发音雷震啊，这就是经文经训，佛语梵雷震啊，雷音原文震惊世间啊，你看多少人怕雷，一打雷的都吓到了啊，找个安全地方啊去躲避啊，说明是说明雷的威力。佛说法的音声呢，这个里面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德能啊，所以它有很强大的威力啊，用雷来比喻啊，雷震惊世间，一语发音能觉全迷。你看众生无量劫来迷惑在六道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出头的日子。佛看到了怜悯这些众生啊，讲经教学，帮助这些人破迷开悟啊。啊，佛不帮助众生，有他的善巧方便，没有善根的人给他种善根，种善根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今天讲的艺术啊，你看这个雕塑的这些佛像菩萨像，这都艺术，大家看了非常欢喜，纵然一个完全不相信佛的，他看到这么高度的艺术品，他欣赏，他欣赏呢，这个印象就印在阿赖耶里头啊，所以是业力，这个摄田呢是永远不会消失，这就是善根啊，如果他接触多了，他看多了，他善根就多了啊，有善根以后有缘，哎，他来听听，那这什么个道理哦，原来这里头还有道理，那听听道理，听懂了他就觉悟了，他就回头了啊，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今天讲文艺都是戒引众生的方面啊，是佛的德能里面的一种，不同根性的众生用不同方法来戒引啊，所以众生多种类千差万别啊，文化不一样，善根不相同啊，这才像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音啊，三十二不是数字，那是密宗里头代表圆满啊，密宗里头十六啊，三十二二十七啊，这都是他们代表圆满的啊，在显教里面用七代表圆满，华严经上用十代表圆满啊，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有密
有大臣，有小臣，有宗门，有教下，他就全了，这无量寿经里头都全了啊。所以无量寿经虽然分量不多，它称为大经啊，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，他统统去做，这里头都有啊，这才称为大经啊。能觉群迷，觉未觉者啊，觉未觉者，是未觉之凡夫得以觉醒这是释迦牟尼佛他一生所做所教的啊，对于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。当年在世他不收学费，他是义务教学啊，他的法缘殊胜啊，法缘殊胜不是偶然的，他在这个世界常常来，常常教啊，在《梵网经》上，佛告诉我们，他这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第8000次，所以跟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特别有缘分。啊，还有一些不能接受的、不想听的，那业障特重的人，有没有缘？有缘，要没有缘就遇不到了。他还是遇到嘛，遇到了不相信掉头而去，他还是有缘分，没有缘分的根本遇不到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啊，这是听了佛这个教诲，佛不会欺骗我，那欺骗我有什么意思？毫无意义嘛，人骗人总有个目的了，总有个企图了，要没有企图没有目的去骗人，那这个人神经病啊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像神经病吗？能讲出这么多道理出来，这不是一个神经病人能讲得出来的。啊，大智慧。啊，了解众生根性啊，种种善巧方便来诱导。啊，能觉全迷啊，觉未觉者，让没有觉的凡夫都能够觉醒过来啊。底下一句欲甘露法啊，这个欲念去神做动词，就是从上面降落下来叫欲啊，这个当降落下来讲啊，甘露法啊，甘露是忉利天人的饮料啊，大概是最好的饮料啊，也是最有养分的啊。这个佛学词典里头有注解，以为是天上的不死药啊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饮料可以能帮助人长生不老。秦始皇大概对这个非常向往啊，到处找也没找到啊。这甘露法呢，比喻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呢讲经教学啊，所以以此甘露欲佛之教法，甘露使众人是人。起死回生啊，这是讲天人的甘露。
那么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，得大涅槃，故曰甘露法。啊，永断生死，是不是没有生死呢？有。你对于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了解了，不再恐惧了，不再忧虑了，正常现象啊，六道里面轮回，舍身受身的确实就像脱衣服换衣服啊，这个衣服脏了换一件啊，这个身体用了几十年不好使用了换一个，越换越殊胜了啊，等级不同嘛，越往上去夫妻你换的就越好嘛。啊，这就说穿了，根本就没有生死这回事情。啊，生死是你把事实真相看错了，你误会了。啊，确实没有生死可得。啊，那么再说呢，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灾难？说实在话，没有灾难。佛讲一句话，讲得非常非常好，只有因果的惆怅。你种的善因，一定有善的果报惆怅给你，你要做了恶因呢，那一定有灾祸来惆怅给你，这是这么来的吗？啊，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什么就没有啊，真的叫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。这个前定就是今天一因一果是过去生中所修的啊，所修的善恶，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恶呢，来生也得果报，一转眼就是来世啊。啊，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啊，我自己经历的不多啊，十几岁的时候，抗战期间，在湖南衡山啊，那是我父亲在军队里面护啊，住房在这个一个平民家里啊，这一家过去是个望族啊，他们家里房子是四合院，而且是三层的四合院，三进后面是花园啊，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家已经败了，家里面只剩三个人，老夫妻两个，一个女儿，那女儿好像16岁啊，两层楼的房子，那个楼听说十几年没人敢上去，楼上住的是狐狸啊，这个狐狸也常常下来散步，变成一个人形，是男的不是女的，狐狸精是男的啊，穿个蓝布长褂，很多人看见，我也看到一次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面孔，看的时候都是侧面跟背面，没有对面跟人看的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那我们住在楼下嘛，
大陆的楼是楼板的，木板建的，这楼上的声音很大，楼下都听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没有隔音呢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小朋友啊，很想到楼上去看。啊，母亲阻止，绝对不准我们上去。啊，以后这个狐狸精就常常找这个老板的女儿，这下他的女儿就在家里不敢住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本来相安无事。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啊，他们家的亲戚朋友到他家来做客，打猎的，湖南打猎的风气很盛。我在那个时候也天天去打猎，打了三年，所以杀了不少牲。啊，早晨，这个老板娘的兄弟，也就是他们家的舅舅，早晨起来看到一只狐狸在屋顶上拜太阳，他用猎枪把它打死了，这下结了冤仇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狐狸精就找这个女孩子，啊，害得她不敢在家里住。啊，这是老板告诉我们，家里出这个事情，真的，这狐狸精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亲身见到一次。啊，更早的时候，在家乡。那时候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，祭祀了，啊，看到鬼魂，啊，也是在一个家已经败了，大户人家，楼上也没人住，但是有时候楼上的时候啊，有灯火，那决定不是人嘛，那是又没电灯。啊，从灯火里面看到有人影子走来走去，这是亲自看到的。啊，还有一桩事情很奇怪，抗战胜利，我们家乡有一个表亲姓陈，啊，那你收成大可不错，他有一船的米。从我们家乡有个小河通长江，啊，用帆船，啊，大概要走好几天，啊，因为长江，是下流啊，比速度比较快一点，用小帆船，运到南京去买。米上船之后，差不多已经都上完了。有个人看到一只黄鼠狼从跳板的时候跑到船上去了，那大家感到很奇怪了，找不到，把米通通搬出来找也没找到，也许是眼睛看花了，算了吧，船开走了。运到南京之后，这一船的米没有了，那个麻布袋子还是那个样子，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，大家心里明白了，恐怕是得罪了这个大仙的，得罪大仙，大仙把米不晓得运到哪去了。在南京玩了几天，再回到老家，米在家仓库里，他怎么运回去的？这事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大概没有什么大得罪，小得罪他了，他就跟你开玩笑。啊，我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对于子不语、聊斋之意，我都以为是真的，不是虚构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绝大部分呢，
都是事实。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啊，学佛之后，我有机会在国内、在海外接触不少通灵的人。啊，中国成为特异功能。啊，在国外一般成为通灵。啊，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有很多是可以参考的。啊，但是不能完全相信。完全相信你被他骗了，你找不到他。啊，所以信息传来我们要思考，或浅或离或法可以参考。可不能听他的话，他叫你这样做那样做，那他可不负责任，他可不管这后果，要用智慧，要用佛法的智慧来处理问题。哎，他可以提供我们信息，我们要有真实智慧来处理，决定不迷信。为什么呢？灵鬼还是众生啊，他也想做一点好事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修学功德也回向给他，我们讲经的经堂给他立个牌位，邀请他来听经。啊，来不来他有自由。啊，要不邀请，我们意识到了。啊，与一切众生结善缘。啊，不跟他结恶缘，他跟我结恶缘。我跟他结善缘，啊，我们用善回报，啊，用善心善意，啊，我们学佛法，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学。所以佛的教学，佛有很多方法，都是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。终极的目标是得大涅槃，大涅槃是成佛。啊，这一点是佛法教学最高的目标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后世的子孙，终极的目标是圣人。啊，你看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教学目的。就是要人从习性，习性不善，本性善，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那就是成圣成贤。这个目标好啊！啊，佛法开宗明义，第一句话就告诉你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学佛终极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你成佛。成佛是应该的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个大涅槃呢，就是成佛。啊，涅槃是梵语，故曰甘露法了，用甘露在做比喻。啊，下面解释这一个字欲。啊，欲者。如天降雨啊，这底下这个雨啊，我们就要是这是名词了，这是雨水的雨了啊。这个地方用的这个雨啊，就是降的意思啊，降雨啊，普运三根啊，这个三个根就是大根、中根、小根。大根什么树？大树。你看，得到雨水，这个树就生长了。啊，中根是小树，下根是小草，像花草树木啊，代表这个，代表人呢三种不同的根性，啊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嗯，故云云众生。
法华经曰了，我为世尊，无能及者，安稳众生，故现于世为大众说，甘露净法，其法亦未也，解脱涅槃。这法华经上的几句经文，此地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，世尊说，我为世尊啊，天上人间大家尊重啊，无能及者，没有人能像众生对佛这么样的尊敬。啊，佛到这个世间来是安稳众生，故现于世，希望世间众生呢都能得到安稳呐、啊，安是平安呐、啊，稳今天讲的稳定啊，啊，中国这些年提出的政策，稳定的。这个很有道理啊，所有一切善法事出世间法，必须从稳定当中它才能够生根，才能茁壮生长，如果不稳定，什么事都不能成就啊，事出世法都不能成就啊。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，他就失去了平安跟稳定。啊，昨天还有个杂志来访问我，提到现在的人心。啊，因为他们的对象是年轻人，年轻人没有安全感。啊，年轻人感觉到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，没有依靠，所以表现的是心浮气躁，啊，无所适从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这个时代教育造成。啊，过去的人不啊，像我这一代人还能维持住啊，没有这种心浮气躁啊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小时候啊，父母教的抗战爆发，我们离开了老家啊，在外面逃难，父亲教给我们第一句话说，记住家里的祠堂，那就是我们的根，我们将来可能出去了再回去，家没有了，但是祠堂在，然后根啊，朋友要是联系的话，用祠堂做联络中心，他有个依靠。现在祠堂也没有了啊！古时候依靠家庭，依靠圣贤啊，孔孟老庄圣贤呢，学佛的人依靠佛菩萨，佛菩萨是经典的教诲啊，不是迷信的。啊，你心有一个依靠啊，你这一生有一个方向，有个目标啊。啊，如何对准这个方向，逐渐接近这个目标，人才有乐趣。
啊，知道这一生在干些什么，这是应该要做的，值得做的。啊，没有白做，你自然呢就感到幸福在其中了。啊，所以安稳，对于事出世间法都是最重要的。佛为这桩事情现身于世，大圣大贤诸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来教学的。不但教学，他还做示范，做出榜样来给你看。啊，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有也。啊，甘露净法这一句，就是代表他老人家住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啊，都是甘露，都是净法。啊，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产生负面的效应。啊，都是帮助人提升智慧，提升德能。啊，其法意味。意味是一个宗旨。一个目标，解脱涅槃。啊，这个解也念去身，解开，当动词用。啊，解是对什么呢？对烦恼讲的。啊，烦恼好像个结，打成个结，把你捆绑起来了。啊，解是解烦恼。把烦恼解除，脱是脱离生死轮回。啊，你才能证得涅槃。啊，涅槃是梵语。一般翻译呢，用的最多的叫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。这个意思非常好。啊，清净寂灭，圆满的清净寂灭就是自己的本性。啊，也就是自己的真心。有佛的论语，如来圣教啊，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列教中最为真实，殊胜清净，犹如醍醐，亦如甘露，令得涅槃。啊，这是佛的论证，对释迦佛的赞叹。啊，此地讲如来圣教，就是指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。所说的啊，要跟其他这个教学来做比较呢，啊，其他这个教学就称外道。外道绝不是贬低别人啊，所以这个意思要懂。佛对一切众生尊敬，他怎么会贬低呢？外是心外求法。我们今天讲知识，这向外求法，而佛法不是向外求，向内求的。啊，所以凡是不是向内求的呢，那都叫外道。啊，佛门里头有外道，
叫门内外，佛门里面的外道啊，是哪些人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是佛弟子，在佛法也证果了，但是心还是留意在外头，还没有回头啊，所以他们只断了执着，他还有分别，还会起心动念。那所以在大乘法里面也称阿罗汉、辟支佛在外道，啊，叫门内外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要懂，啊，完全从自信里面求的，这就是正道。啊，这叫内学。我们学习这些经典，很可能许多人都是外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把佛的经典给想歪了，以我们的意思来解释，那就变成外道了。啊，那要怎样学才不变成外道呢？我们只管学，不要去想它。你看看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教我们学习的纲领，啊，第一个，不着言说相，你听讲经，你不要执着他的言语。你遮着言语之外，你就变成外道了。叫不执着言语，他说多说少说深说浅没关系，他说的是信心，那就对了。不执着名字相，你像这里讲的甘露是名词，涅槃是名词，啊，佛是名词，法华经也是名词，这些都不要执着。为什么？根本没有名字，名字是人家设的。自信里头哪有这个东西啊？自信里没有佛，也没有众生。啊，这全是人假立的，所以这都是外面的。你要执着它，就变成外道。难呐！啊，第三呢，不能执着，不着心缘相。心缘相，我听了这段经文，看了这段文字，哎，我想它什么意思？不可以，那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这是外道的意思。啊，要怎样呢？熟透了之后，意思自然升起来，没有想，它就出现，它就明白了，那就对了。啊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学佛不当外道不容易啊。啊，绝大多数都是佛门的外道啊！啊，先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内外之分完全相，与心性相应，这是内；与心性相违背，全是外。啊，然后你就知道一切世间，这一切世间，包括佛门里面人尘、天尘、声闻尘、缘觉尘。啊，都包括在里头，叫协力教众。啊，就跟他们相比的话，大乘最为真实。啊，佛跟我们讲理啊，讲事实真相。他讲的深，他讲的广啊，真正把了一切法的真相显示出来了啊，这是最真实之法。你看他教给我们六根，在六尘境界里头，眼见色而闻声啊，鼻嗅香舌尝味，
身之粗，意之枝，都不能着相。不是不能接触，接触不要执着的。不执着是心清净了，执着心就不清净。为什么？执着生烦恼。生什么烦恼？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你喜欢他，你执着了；我讨厌他，也执着了，全是执着。啊，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清净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痕迹都不着。啊，不落印象啊，这叫清净的，这就是最为真实。啊，所以常常要记住，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了，这个念头是习气啊，会起来啊，马上想到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啊，《般若经》所说的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”。啊，你能回归到自性，清净心现前。外面境界清清楚楚，那叫照见。啊，张家大师教过的，这叫看破。看破是事实真相明白了，看破之后，肯定你就放下了。放下什么？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那是烦恼的根呐、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生起来的，啊，你能不能放下？所以殊胜清净，啊，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。首先要得清净心，再提升到平等，最后这大觉大悟。啊，中国人常说的大彻大悟。又如醍醐，这也是比喻。醍醐是饮。也是饮料啊，这是人间的，甘露是天上的，都是最好的饮料。佛在经上啊，常常做比喻啊，醍醐到底是什么？以前有一位老和尚。啊，也常常讲经，因为讲经嘛，在经上常常，佛经上看到的醍醐、阿摩罗果，啊，甘露没办法，天上的，人间没有，啊，这两个东西常常讲啊，啊，有一年他跟到一个台湾的宗教访问团，到印度啊。去观光旅游啊，去看看释迦牟尼佛的遗迹。到印度，他就向印度人请教佛经上常讲的醍醐是什么，你拿来我看看。哦，一拿来，哎，原来我们有啊，萨拉啊，这是奶瓶里面最好最上位啊，阿摩罗果呢？一再一拿来，台湾也有，就巴拉。哦，这是恍然大悟啊！佛经上常常讲的比喻，原来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没见过的想不出来。啊，
一看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常常见嘛，也常常吃这个东西嘛。是业主甘露啊，令得涅槃。这就是佛所说的法，这个法位也是上位也啊，在无位里头，酸甜苦辣咸无位里面上位啊，我们称为法位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是位哪有法位呢？”是位是天上人间啊，这些滋味比不上法位。然后你再晓得法喜充满那一种的快乐，才稍稍能体会到一点。啊，为什么佛法那样的能够吸引人？啊，能够叫人自动自发，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，去享受法味。确实，那个物质里头的味道跟法味有冲突。如果是味太浓了，法味就没有了。啊，是味呀，淡下去的时候，法味就浓了。啊，确实是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业如甘露啊，令得涅槃。啊，终极的目标都是大般涅槃。上至经论。行欲甘露法运众生故之意，解释这两句经文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跟在我身边这些同学说，夏莲居老居士，他老人家一生对社会、对佛法、对众生最大的贡献，就是汇集五种原一本，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啊！等于说，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西啊，做了一个整理，整理得非常好啊，让这个世间人看到这本书生欢喜啊。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，这奉老师之命做这个注解。这个注解是什么呢？是世出世间，世出世间是经书，世间的时候圣贤典籍啊，古今祖师著书的集大成，这是注解的集大成，很有味道啊。啊，你读这部经等于五种原译本全读了。你看这本注解的时候，古今中外这些大德了，对这个经典的意思的发挥，哎，他全部收集的是，你确定一集大成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来学习，学习这部经，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最圆满的佛法。就在此地啊，这个注经跟注子里头什么法都有啊，有华严，有法华啊，有阿含，有方等啊，有禅宗，有教下，有显，有密，全都在里头啊。这一部经典是世尊这个教化里头的大圆满。你有这一步就够了，这就是体悟啊，这就是甘露啊！啊，这意思一点都不错。
啊，我们能看到这一层意思，真的受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经能不读吗？啊，年轻的人最好用一点功夫把它背熟，因为背熟你才能真正做到不中断。一切时一切处有空你就得念经，就得背经。啊，有事情的时候你就办事。啊，空闲的时候你去读经。不要让时间空过。啊，有听讲的机会尽量听。啊，为什么不听不懂啊，听了就懂了。底下两句旷若虚空啊，大慈等故啊，这两句是也是经文。这是以虚空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啊，像虚空一样，如虚空之宽广无际，故曰旷。旷是宽广无际的意思。这是欲慈心广大，虚空无处啊！这个无处是没有边际啊！虚空对一切法都不执着，这两句比喻菩萨的平等大慈啊，如同虚空的宽广没有边际啊，故曰旷。一遇慈心广大，虚空无主，慈悲就是现在讲的爱心啊，佛不说爱，佛家讲慈，原因是什么呢？爱里面有情，这个爱呀，就变成染污了。如果把情换成智慧，这个爱就叫慈悲。啊，所以慈悲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，爱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上，这是有分别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，爱里头有感情，慈悲里头有理智。啊，理智跟感情不一样，它有理性。啊，有理性不会越轨。啊，感情用事往往就出流弊了。啊，就惹了麻烦出来了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智跟心，它是并重的。啊，净土宗供养的佛像，这表法的，以阿弥陀佛代表本体，本体是一切都不着的，就是大般涅槃。啊，无量的光明。无量的智慧，一切都无量。啊，两位菩萨也是表法的，表从体其用。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。
啊，智慧跟慈悲一定要合一，才能办事啊！啊，对自己才能帮助自己不断向上提升。实际上所提升的就是慈悲跟智慧。慈悲智慧提升到究竟圆满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自利。啊，利他对待一切众生，清净平等。啊，用智慧、用慈悲去帮助一切众生。没有边际，没有极限，叫他做大慈大悲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唯有大慈大悲啊，在中国过去毛主席有一句话，我们常常在马路上都看到这个标语，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。那是谁？那大慈大悲啊，佛菩萨才能做到啊，不是佛菩萨做不到啊。你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是不是真的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？他的工作是教学，49年没听说他放一天假，在经上找不到。啊，老人家教学不收学费，不接受人供养，通常供养就是一钵饭，出去托钵一钵饭，啊，其他都不接受。啊，49年如一日，过世的时候在树林里头，不是在房子里。在野外啊，一生没有建立一个道场。我这么多年常常想啊，他为什么不建个道场？现在恍然大悟，我也不敢建道场。为什么？有道场就有人来抢啊，来争夺啊，没道场你就没得抢了。我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些国王大臣有花园别墅请他去讲经，他也接受，讲完了走了还给你。我明白了，哎，可以供养什么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哎，大家不争了吗？这道场有主啊，有主的，你就不动歪念头了，你心就正了啊。道场如果没有主人呢，动歪念头的人很多，把道心破坏了啊！他要来夺财产，要来夺权啊，这就错了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后人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不要。啊，他要的时候太简单。你看他的在家弟子当中有16个大国王，任何一个国王都可以供养他一个大道场。啊，不要嘛。他还是山林水下悠悠自在。
啊，居无定所，啊，一生过着油画的生活，啊，游行教化。啊，真的是旷若虚空，大慈等故，大慈平等呢，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我们现在比不上的人，我们的福报不如他，差太远了。啊，最大的福报，他能够常年住在野外，又不生病。那我们这个没法子，跨不得了。我们到树林底下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可能家护病房去了。啊，人家练出一身金刚不坏身。啊，你看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啊，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，那他吃了也不生病，啊，这都是我们没有法子跟他相比的。当年跟他那么多学生，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长随中啊，一天都不离开的。这些人生活方式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都是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所以，中国古人讲的“一钵千家饭”呢，这是事实。啊，怎么你这一钵是千家饭呢？托钵大家一起分头到外面托钵，1255个人，不就托了1000家了？不是每一个人托到自己吃，不是的。饭托钵托回来在一起吃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，怎么个吃法呢？每一个人的饭都倒出来混在一起，然后在里面拉，所以每一钵都是千家饭。这什么？这平等，这叫共产。真共产不是假共产啊！所以你托的这个饭好，饭菜好，不是你一个人吃；他托了个不好，也不是他一个人吃。大家共同托一样的平等法了啊！所以早年我出来讲经的时候，我谁是共产党啊？释迦牟尼佛是第一，共产党的老祖宗。啊，现在我很少说这话。啊，这个共有确实是佛法的首先做出来的，不是说他真干呐。啊，他们采取这种生活方式啊。啊，这比喻菩萨的慈悲心广大啊，虚空无住，如位移，这是五种云一本的位移的经文，犹如虚空，于一切有啊，无有着故啊，对于一切有没有执着，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只要是有为法，都是无常的，都不是真的。无常就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产生障碍。下面举行四抄资持记，这是属于戒律。
无所住者，理成染故。为什么佛教你不要执着？这样你才真正能够立尘染。啊，尘是什么呢？叫六尘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六尘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前面五尘，色、声、香、味，把这个世间物质现象统统包括进来。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，法里面还包括着，包括的物质也包括有精神。啊，眼根对的是色，耳对的是音声，啊，鼻对的是味，啊，鼻对的是香，舌对的是味，身对的是触，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都属于物质。偏重在物质现象，啊，起心动念，那就是法，对的是法，法里头有一分是精神现象，也有物质现象，也有精神现象，这些东西，自信清净心里头全没有啊，不但六尘没有啊，六根也没有。六识也没有啊，根尘当中才生识。啊，识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但是妄心、妄境也没有离开真心，他的体是真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永恒不变，那是真的啊！真心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啊，所以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啊。科学哲学他所研究的都得要有对象，没有对象他就无能为力了啊。那真心谁知道呢？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佛说的为正方知。怎么正？放下就是啊。放下什么？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马上见到了啊，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见到真的了。啊，科学哲学家就他没放下，他要一放下，哎，他就成佛了，很快呀。所以他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他比我们来得快。这是真的，只要他真正晓得这个秘诀的话，有什么？他研究这东西。宇宙的缘起到底是什么？只要一放下见到了。你要不肯放下，用什么样的仪器都达不到。为什么？它不是现象。
啊，自性就是清净平等觉在哪里啊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呀。它是一切法的体，没有它，一切法不能存在。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它这出生的，它不是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。妙就妙在此地啊！啊，那是真正的自己。啊，那么佛法的修学就是要找这个东西。自古以来，所有一切的学术、宗教都在这里探讨，只有佛法找到了。啊，如果用佛的这个方法了，人人都能找到。佛法没有秘密，佛法绝对没有独占，佛法是公开的。啊，佛法是一切众生共有的，没有任何人能独占。啊，只要你能肯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一放下，就彻底放下。起心动念没放下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是菩萨。啊，你放下的不够圆满，但是也很不错了。你在这个太虚空当中是自在了，啊，得大自在了。啊，放的最少的阿罗汉，只是放下执着。啊，但是也不错了，他能超越六道了，啊，他得清净心了，不再有烦恼了，啊，不再有分段生死，六道轮回的生死没有了，他断掉了，这是真正的利益了，啊，所以无所作者。立尘立然，啊，尘是外面境界，然是染污，染污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是染污。你看眼见色，啊，顺自己意思就起了贪心；不顺自己意思就起了怨和嗔恚，啊，不愿意该去看它，啊，这都是染污。啊，染污什么？情欲。弃情无欲是染污，啊，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啊，欲是欲望，欲望多半指财色名食睡，这五大类，啊，弃情无欲是染污，啊，色身香味触法的是吧？那个东西是尘。你离就没事，你不离的话，你就会受他染污。故以虚空之无著，表慈心之平等。啊，一定要像虚空一样。所以贤首大师《望经还原观》那一篇论文里面所写的，啊，四德，啊，他的文章一共是六段，第一个是讲本体，第二、第三讲现象。啊，第二个是讲现象的来源，从一体起而用啊。啊，作用里面有三个特性，就是三种周边。啊，第一个，周边法界。
近代的科学家发现了，但是还没有被普遍承认。发现说，我们这个念头才动，这个信息啊，整个宇宙的时候都知道，比光比电速度快多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意识这个波动，另外还有呢，物质，我们人身上这些皮肤、骨骼、血液，这些都是物质，物质它有波动现象，这个波动现象也周边发现。啊，周边发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畜生无尽。我们从这个理论上才醒悟过来，极乐世界跟我们地球有什么不同啊？不同就是在精神跟物质这个波动现象。极乐世界那边的居民，他们的波动全是善的，纯净纯善，所以那个世界它自然就那么美好，那出生无尽，它就出生那个境界下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居民啊，要用这个地方讲，纯是物，纯是人，啊，所以比地球变得灾难这么多，反常啊！啊，在过去有圣贤的教诲，一半然，一半净，半然半净。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，变成说完全是然物，麻烦在此地。那如何挽救呢？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好好来学习就救了。头一个得救的是自己呀！啊，自己影响家人呢，影响我们小团体。啊，再扩大呢，就影响这个地区。啊，影响这个国家，影响世界。可以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你看他第三个，周边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。啊，慈心平等。啊，用清净平等心，释放出这个慈悲、敬爱，啊，对一切众生没有分别，完全平等。啊，对父母是这样的敬爱，对冤亲债主也是这样的敬爱，没有差别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差别？因为整个宇宙这才发现说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我牙齿咬到舌头了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能怨恨牙齿吗？能找他算账吗？这为什么都不找呢？一体。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在世间，毁谤我们的人，侮辱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甚至杀害我生命的这个人，都不能怨恨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是一体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他迷，他不觉，他没有读过圣贤书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那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这样做？一点怨恨都没有，不但没有怨恨，我还很尊重他。啊，我还很感谢他。那感谢什么？
他对我这些伤害是消我的业障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造多少恶业啊，他能用这种手段来消我的业障，我要看看啊，我得感恩，我每天修行给他回向。为什么？因果逃不掉啊！啊，他这种行为对我，他不是善意啊，他是恶意啊，恶意就有恶报啊。我们用善意，用真诚回向给他，他纵然坐在卧道，他少受苦。让他在卧道里的痛苦减轻，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啊，所以只有一个纯净纯善，待人接物，你绝不吃亏啊！啊，你自己会天天欢欢喜喜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这世界上有没有个怨恨人？没有，有没有个怨字都没有。啊，他跟我结怨，我跟他绝不结怨，是吧？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。啊，这个恩德了，这是佛菩萨、老祖宗教给我们。如果没有老祖宗，没有佛菩萨这样世世代代的来教导，我们怎么会晓得？啊，而这一门学问。你修学成败关键就在真诚恭敬啊！印光大师讲的好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，万分诚敬你得万分利啊！没有诚敬心，什么利也得不到。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无祖半夜三更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的不到三分之一，他就成佛了，就大彻大悟了。什么原因？他对于经、对于佛、对于老师万分恭敬，所以他就得万分利益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我们跟一个老师学，能学多少东西，看你对老师、对课程，你有多少恭敬心。这个道理很明显的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。啊，他是开班教学的，我参加他的班，同学20多个人。啊，老师一样上课。没有特别教我，每个人得的不一样。什么原因？恭敬心不一样，真诚恭敬。啊，我是从外地到台中，跟台中没有任何渊源，在台中做客。所以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，随时会离开啊，真干呐、啊！住在台中的人呢，台中有他的老家了。今年学不会不要紧，老师明年还在讲，明年学不会还有后年，所以他的心是松懈的啊，不像我那么专那么认真啊。我的时间有限，他们的时间太多了，结果他们没学会，我学会了。哎，就这么个道理呀！啊，我到台北出家了，我听说，啊，同学告诉我，老师在讲经的时候公开的说，他说他在台中教学10年，啊，你们跟我10年，什么都没学会，学会的人走了。大概老师就指的是我了，所以就来找我
啊，你学了些什么东西？老师怎么教我的？我说我学的跟你们一样啊，老师没有特别给我上课，上课大家都在一起啊。啊，那老师说的话，我就跟他们分析，我说有可能，为什么我的心比你转，我的时间很短，我会离开台中，我要抓紧时间学。你们住在台中啊，不要紧，时间有的是，今年不会还有明年，明年不会还有后年，所以等到老师走了，你们还没学会，是懈怠懒散啊，应该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他们听得懂啊。啊，我说除了这个道理之外，你没有别的道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要沉浸？沉浸不是恭敬人，不是对人，沉浸是对自己。啊，你用真诚心来学习，开发你自己自信的智慧德相。你用怀疑的心，用傲慢的心，用自私自利的心，与你的性德完全相违背。纵然你很聪明，能够广学多闻啊，能够强记，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呀。知识只能解经教里面的局部，不是全体，而且解的是经教的表面，没有深入。大乘经教字字句句其身无底呀，所以你百读千读都不厌呢。为什么？遍遍有新的悟处，这就产生法喜充满。啊，你死在句下，你怎么能生起法喜？啊，你怎么能得到真实受用？做不到啊，这个不一样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无法学，怎么学都入不进去，所以叫不得其门而入啊。你要懂得这些道理，端正心念，句句都切入，都跟心性其感应道教的作用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叫其味无穷啊。同这样东西你去想，一遍一遍不一样。啊，你去读也是遍遍都不一样。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真有味。你跟读世间书不行，世间书读一遍不想读第二遍。不愿意再看这个，这个千遍万遍看不厌。这个道理要想，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？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